好，我们首先，看一看上礼拜讲的东西啊。他说，我们对于这个一个平面的运动的一个物体，我们导出两组一克数的 motion 出来。那在平面来讲的话，我们是什么是 F 等于 ma？ 这里呢，根本就是分解成为 x direction 跟 y direction。好，所以这边呢，这个 summation F 等于 ma bar， 这个有两个 equation。好，第二个就是 summation mg 等于 hg dot，hg dot 在 plane motion 过程中间，它也可以把它简化成为 i bar alpha。好，记得我上次提过这个，从这里转换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必须要是 plane motion， 这个平面是对称于这个物体对称 xy 平面，所有运动都是 xy 平面运动才会得到这边这个结果。好，所以什么是 mg 等于 i bar alpha 这个东西呢 ？Only valid for plane motion。好，对三度空间这个是绝对不适用的。上次稍微给你们提一下，三度空间这个 equation 呢非常非常复杂。好，有了这两组 equation 以后呢，我们要解这个动力问题呢就变得很简单。那我们在这边呢，再把一个物体受到外力情况底下，转变成为这个物体产生运动以后的加速度跟角加速度的关系。好，你可以看看 ，m a 8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force 的单位 ，force 的单位。所以左边 force 有什么单位 ？summation f x 等于 m a 8 x，f y 等于 m a 8 y。好，这两个就是 linear equation。第三个就是 angular equation， 就是所有物体对中心点的 moment 等于 i 8 alpha。那只要你把这个一边是 force 的图，一边是 motion 的图画出来以后的话，你就针对这两个图呢，看图写 equation 来去求解就可以了。f x f y 这个东西很清楚，就是这个是 x 方向 y 方向的 force 对这个 inertial force。那至于说你要取基点中间 moment 对 i 8 alpha 呢，当然这个最方便说没有 x a 8 ay 8这个 equation 在里面。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取任何一个点，取 a 点，在这个地方，只要这两个图出来后呢，你对任何一个点取 moment 都可以，不一定要对中心点，就看你这个题目呢方便用什么点都可以。你取这个点呢，当然这个时候呢 a 8 x a 8 y 呢，这个会等于说你一样对应取这个点。就一定要从把它估算进来。如果说你这两个还是 unknown 情况底下呢，当然取中心点是最方便，因为这两个加速度呢不会摆在你 equation 里面。好，反正两个图画好以后的话，取 moment 取哪一点都可以。好，看你自己决定。好，那么上次呢也看过几个例题，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把后面例题呢做一个说明。这里有一个圆盘，这个是一个 circular disc。质量15公斤，好，静止放在地面上面。那在这个边缘地方拉个绳子，这个绳子呢，突然间给它一个180 N 的 force， 往上一拉，看看这个圆盘它到底产生怎么样的一个运动，怎么样加速度。好，那我们这边呢，就把这个物体受到力量部分画在左边，把它产生这个运动画在右边，很清楚，这个是一个General plane motion， 它也不是一个平移，也不是一个这个 rotation above fixed point， 它是一个 general plane motion。好，那么就左边画这个图，哎，也很奇怪，柱子摆在那个圆盘摆在地面上，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一个 reaction force n 呢？好，那我们看一看 ，T 等于180 N， 大于 mg，mg 15×9.8，大概140几。如果这个大于它一拉的时候呢，整个圆盘被拉离地面，所以这个地方呢就非接触，所以这个 reaction force 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如果这个没有这个，如果 t 小于这个东西呢，我这还要补一个 reaction force。那当然，哎 ，n 会不会拉往下拉？这个题目来讲是不会，因为它是接触对面一拉，它就往上提上去了，就所以这个 reaction force 是没有的。所以真正受到力量就是绳子力量、圆盘重力。重量产生的 motion， 就是 mx 8 ay 8跟 i 8 alpha。好，画好这两个图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开始去列一个请求解。summation fx 真正力量等于这个 inertial force fx 的它的 effective force。fx 这边是0，等于这边呢是
m a x bar， 所以 a x bar 等于零，这个很容易可以求出来。第二个 y 方向 summation f y 等于 summation f y 的 effective， 好，这是180减去15乘上 9.81 等于 m a y bar， 往上为正，往下为负啊，所以这边呢也很简单，解出 a y bar 出来呢就等于是 2.19 meter per second 平方，好，就解出来了。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求这个角加速度，我们就取 summation m g 等于 i bar alpha。这个也合成 ，mg 来讲，对这个左边的 force 来讲呢是180乘上这个是 0.5， 这个半径 0.5 等于右边 i 8呢 ，i 8是1/2的 mr 平方乘上 alpha， 这个是圆盘，圆盘的 moment inertia 是1/2 mr 平方，圆球是2/5，这个还记得吧？圆球是2/5，圆盘圆柱是1/2。好，所以从这边呢也可以解出 alpha 出来呢是等于多少，是等于这个就是负的等于48个 radius per second 平方应该是等于这个东西负的，所以负的啊，负的表示它呢就是我们原先是 assume 它是逆时针旋转，解出来负的它变成一个顺时针旋转的一个 motion。 最后要解这个 a of 这个 cot，所以 L of cot 呢，说一拉这个绳子在这个点上面，它的加速度多少？这个点就是 L of cot。L of cot 的等于是不是圆盘边缘这个点的 tangential acceleration？ 好，所以 L of cot 等于什么东西？就是等于说，因为这个是一个 general plane motion， 所以这个点的加速度等于什么东西？等于中心点加速度加上它对中心点的相对加速度，所以等于 a 8加上 a 的。我这个点 叫什么点呢？叫做 A 点好了啊 ，A 点 ，A 对 G 的相对加速度，相对加速度，这个中心点加速度我们都知道说 x 为零 ，y 是 2.19， 所以这个是 2.19 往上加上这个，因为这个是顺时针旋转，所以 A 点对它加速度呢，是不是等于说半径乘上圆心角，就是 alpha 乘上 r， 这个呢也是往上的 ，alpha 是这个是48乘上 0.5， 所以变成24，加起来以后呢就变成26.19个 meter per second 平方往上，好，等于说这个。cot 这个绳子的加速度，这是圆盘边缘 A 点的 tangential 加速度，所以就等于26中心点加速度加上它对中心点的相对加速度，相对加速度。那圆盘呢开始静止状况，所以这个它对它呢并没有 normal acceleration component， 所以这个 A cot 等于 AA 就等于这个结果。如果因为如果说这个有，如果这个有 omega 的话 ，A 点还有一个向心加速度，可是绳子呢就没有，绳子等于它的 tangential acceleration component， 所以它等于 A 点的 tangential acceleration component。好，所以这个题目很清楚，只要你把这个受力图、运动图画出来，然后呢开始列 equation， 照图列这个公式，就可以解出这种动力学的问题出来了。所以在这边还是奉劝各位，图一定要画，你不画图呢你没有办法解出写出这一个程出来。我知道的是你们考试呢图就画在考卷那个题目上面，就考卷上面呢就直接写，那改考卷的时候呢，因为有些那个标点，比如说你这个定 A 你可以定某一点 B， 那如果说你没有画图的话，我不晓得 A 点哪个点 B 点哪个点，所以看你一个程看的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了解，所以这个图一定要画。我再讲一次，以后如果考卷不画图扣分，扣分。图你不画的话，你怎么写一个顺怎么解？好，没办法，你抄也要把你在考卷上的那个图啊 copy 过去才行。好，所以很清楚，这张下一张都是一样。图一旦画出来以后呢，后面你画对图了，这个题目可以说是解了一半了。
解离版了。OK， 好，好，所以这个计算呢，大概是没有什么难度，只要你把这个图画对了，大概就简单了，就可以解决出来。好，再看下一个第五个题目。这个是一个球，这个球呢，原来有一个 initial velocity v 零往右，然后呢，它还没有接触地面的时候呢，有一个 initial velocity。好，等它一放到地面以后呢，地面跟这个球之间会产生一个摩擦力，这个摩擦系数是 mu k， mu k。好，球的质量是 m， initial velocity 是 v 零。那放下以后呢，因为球跟地面产生摩擦力，所以这边呢就会产生一个滑动的情形，滑动受到摩擦力影响就会减慢速度，减慢速度，所以开始呢这个球在滑动的状况底下，因为摩擦力关系慢慢减慢到有一瞬间它减到什么程度呢，减到这个滑动的速度慢下来了，就开始变成滚动，所以要求什么，求这个 T1 这个时间，这个什么时间呢，是球开始滚动 lowering without sliding， 开始滚动不滑动了。第二个要求在这个时候呢，这个 V bar 等于多少， Omega 等于多少， after T1 at 这个 T1 时间，好， T1 时间等于多少。那这个题目大家一看到，如果你有打过保龄球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纯粹是一个，哇，有没有开冷气啊？开冷气了，你们坐的觉得热，我这边走来走去更热。这个 typical 的是一个保龄球题目，你球一甩在空中，在接触地面前一瞬间，它有一个 V0 的 velocity， 当它贴到地面去离开你手，它开始就有一个 initial velocity V0， 地面上跟它有摩擦力。好，所以整个物体受了什么力，先看看，受到第一个重力，第二个地面上给它的反作用力，第三个受到地面给它的摩擦力，这个是 mu k n 的摩擦力。好，还有没有力量，还有没有力量？没有了，把所有力画出来，一个都不要漏。最容易漏掉是重力啊，各位，我看过很多同学过去算习题呢，会考题呢，往往会把这个重力漏掉。这个重力漏掉呢，当然算这结果不对了。受到这个力量以后，产生什么运动？产生这个球在地面上滑动，有一个 m a x bar，y 方向有没有？运动没有，所以没有 AY bar， 所以这个你可以不画没有关系，不画。它在地面上面往前运动，所以中心点呢没有 Y 方向的位移，所有 没有 Y 方向的加速度。同时有一个，哎呀 ，I bar alpha 这个方向随便你怎么画，你画出来方向是顺时针算在正，就是跟你方向相同；反复的就是跟你方向相反。你要用反时针画也可以，没关系。好。受了这个力量，产生这样一个运动，产生这样一个运动。好，图画出来了，开始就列 equation。第一个当然是，y 方向 ，y 方向没有 effective， 所以这个 mg 减去 n 等于零，所以当然 n 呢就等于 mg 重量了，地面上的反作用重量。那第二个就是。这个 x 方向 summation fx 等于 summation fx 的 effective 就是它的惯性力 ，fx 这是一个 minus mu k n 等于 mg， 就是 mg 啊 ，mu k n 等于这个是 m a x bar m x bar OK， 好 ，m 跟 n 消掉，所以 a x bar 呢 ，a x bar 呢等于 a x 八就等于负的 mu kg， 方向当然是往左边，算在负的，所以往左边方向一个加速度，这是减速度了，因为摩擦力关系它产生一个减速度。
第三个 summation mg 等于 summation mg 的 effective 中心点 force 的中心点的 moment 是不是？就是 mu k 这个 n mg 乘上 r 等于 i 八 alpha i 八 force field 等于五分之二 m r 的平方，这个是 i 八。乘上 alpha， 所以在这边呢 ，alpha 就可以算出来，那是等于五分之二 mu k g 除上 r， 除以 r。好，所以我们就算出在滑动的过程中间，中心点有一个往左边的加速度，有一个顺时针方向的角加速度，这两个是在滚动过程中，在滑动过程中间这两个部分 ，OK， 好，有了这个以后呢，有了 A 往左边的加速度的话，它的中心点速度是不是慢慢减下来了？减下来，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 at t 等于零的时候 ，v 会等于 v 零。好，哎，哪一个电错？阿尔法是五分之二，啊，二分之五 ，sorry， 写错。阿尔法二分之五啊。说这里没错，这个五分之二没错，这个二分之五。对不起，我笔记也打错了。如果你们抄我笔记，就把它改一改。V 零加上 AT， 啊，这个是线性加速度的基本公式。那所以 A 算出来了，所以 V 呢就会等于 V 零减去这个是。mu k g 乘上 t， 角加速度一样 ，t 等于零，这个是 omega 零等于零，所以 v 等于 v 零啊 ，v 零 ，sorry 这个没有啊，所以 omega 就会等于 omega 零加上 alpha t，alpha t 呢等于就是二分之五 mu k g r， 这个是 alpha 乘上。好，所以随着时间，这个中心点的线性加速度跟这个球的角加速度会随着时间会改变。好，改变到什么程度呢？改变呢？如果说这个球开始做滚动的时候，纯滚动的时候，这个点 C 点的跟地面接触点，如果滚动的话 ，C 点就是一个。Instantaneous center， 这个点的速度会是零。如果滚动的时候，如果这个点速度是零呢？这个是 alpha， 这个v bar 就会等于 r 乘上 alpha。这个是在 rolling motion 的时候，滚动运动的时候呢，中心点的速度跟角加速度之间有这样一个关系存在。那既然现在呢，我们这个速度随着时间变化，角加速度。也随时间变化，好，所以在什么时候会产生滚动？这是在 v 八等于 r alpha 时候，所以 at time 等于 t 等于 t 1的时候 ，t 1的时候就是 rolling motion 产生了，产生这个时候呢变成是 v 八会等于 r 乘上 alpha， 好，我们再把这个带进去 ，v 八就是 v 零减去 mu k。g 乘上 t， 这个时候呢就 t1， 就是 t1 的时间，就是开始滚动了，等于这个 r 乘这个东西二分之五 mu k g r 乘上 t1， 这个是 alpha， 好，再乘上一个 r， 这个 r 跟这个 r 消掉，所以在这边呢就可以解出这个 unknown t1 出来 ，t1 呢就是开始。滚动这个时间 t1， 所以 t1 解出这个结果呢是等于七分之二，这个是 v0， 这个是 mu k g， 开始滚动以后呢，它再继续滚，滚的时候呢，对不起 ，v8 这个，因为它滚动嘛，开始滚动这个地方，它就是跟地面接触那个点，啊，对不起，欧米伽。
Omega, sorry， 那个 R Omega， 这个不对，谢，讲太快了啊 ，R Omega， OK， 这个是Omega， 这个是 Omega， 这个是很 R， OK， 好，当然了，如果你们考试这样写法的话，后面写对，这不扣，不一定了，还是扣一点分了啊，这个是我写错，我也要扣分啊，应该是 R Omega， 所以解出来 T1 这个时间就是刚刚好达到。V 八等于 R Omega， 所以这个时间开始，后面就开始滚动。一旦开始滚动以后呢，这个地方有没有摩擦力？可能会有，可是因为滚动过程中间，这个摩擦力会变得很小，它只纯滚动嘛，纯滚动，这个摩擦力呢会变得很小，很小了，可以忽略不计。后面就变成一个纯滚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间这是产生滚动的时间，把这个 T1 带进去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算出。算出什么东西呢？算出来，这个是写这边好了。算出呢，这个 omega one 就等于，照带进去啊，七分之五个 v 零除上啊，方向 clockwise， 这个 v 1 8就会等于七分之五的 v 零，这两个呢就可以把它计算出来。开始滚动以后，开始滚动后，中心点的速度跟它角速度。就是这两个结果。后面如果说我们上学期看过这个摩擦力，一个圆球滚动，如果它没有所谓这个 Lorentz resistance 的话，它的滚动呢会是 keep constant 再继续滚动进行，除非地面上有空洞或是这个球有不远的时候呢，才会有阻力产生。如果 perfect 情况底下呢，这个后面的速度是不会改变的。好，所以看到这个结果来，大家看看 T1 时间跟什么有关系 ？V0 有关系。跟 μK 有关系 ，V 0是什么？你落地瞬间的 initial velocity。所以各位如果有经验打过保龄球呢，你会发现，如果你速度越快，这个球是不是就滑到最后呢？滑行时间会越长，可能最后呢才会慢慢滚。如果说你速度够快的话，甚至碰到瓶子的时候呢，都不会开始滚动。第二个跟 μK 有关系 ，μK 是地面上跟球的。摩擦系数，通常如果这个打蜡的时候呢，这个摩擦系数会变得低。如果这个球道打蜡被磨光了，那你会发现呢，会发现什么？发现这个时候呢，这个滚动的那个滑动时间会变短。所以如果标准比赛呢，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的摩擦系数，那你就完全是由一个什么 V 零来去控制你开始滚动的时间。开始滚动以后呢，这个速度就后面速度就基本上是一致。所以我们打球都知道说希望他能够男生打球速度比较快，所以看呢球的一路滑到最后呢可能开始滚动。如果你看过女生打球啊，不好意思，女生这个真的是力量比较小，开始速度不够快呢，大概滚一小段的开始滚滚滚的滚过去了，滑一小段就滚过去了。所以从这边呢很清楚可以算出这个结果出来了。好，归根究底，我们怎么分析一个题目？第一个，左边就是算出画出它的受力图出来，重力、地面反作用力，还有摩擦力。第二个产生的加速度 ，x 方向，还有这个角加速度。这个题目是没有 y 方向加速度，所以说不用画。有了这两个图，就分别算出这个线性加速度、角加速度。有了线性加速度、角加速度，就可以算出这个中心点的速度跟角速度 omega 出来。什么时候开始滚动？就是当 V 八等于 R omega 开始滚动，这利用这个关系呢，可以算出这个滚动开始的时间 T 1。滚动开始以后呢，它的 V 1等于多少 ，omega 1等于多少，就可以清楚的算出来。所以这个题目呢，最关键还是在这两个图。这两个图一旦画出来以后呢，后面就是完全根据公式列出来，根据这些基本的这个。加速度跟速度关系呢，就可以求出来。最后呢，加上这样一个几何关系，就可以把这个题目解出来，就是。所以最重要还是在这里。我觉得说，真的图画对以后呢，题目就可以说算出来一半了，已经是。好，那前面几个题目，完完全全就是把这个 equation motion summation f 等于 m a bar summation m g。等于 I 八 alpha， 我这边呢就这样直接这样写了哦。记得这个东西呢，只有在 pre motion 可以用。把这两个 equation 应用到一些
比较自由运动的情况底下。那我们在第十五章看到这个平面运动，尤其是这个 general plane motion， 如果它是 constrained motion， 有一些限制的运动的话，那它中心点的速度跟你受限制点速度加速度中间呢，我们要以蛮复杂的关系呢，才能算得出中心点的加速度跟角加速度的关系出来。在这样题目来讲，你可以看看 A8 跟 Alpha 之间基本上是 independent， 因为这个题目完全是一个 free 自由的 plane motion。 如果说像前面算过这个东西，对这个棒子，如果这样产生这个运动，这个产生这个运动，中心点的加速度跟角加速度呢，是不是没有关系？不是。如果这两个点受到这个水平跟垂直的限制呢，中心点的加速度跟它的角加速度中间呢，有一定的关系存在。我们要透过十五章这个 constraint motion 的那个观念去求出中心点速度跟它角加速度的关系呢，再画在这个图上跟 force 图比起来呢，才能解这个问题。所以对 constraint motion 来讲，这个图如何分析中心点加速度跟角加速度的关系呢，这个是显得非常重要。所以我说十五章如果你搞清楚这个关系，搞出来了，就带进这两个公式呢，就轻而易举可以把这样 general plane motion 的问题解出来。好，那在进入这个 constraint motion 之前，对前面这几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充说明的？好，这张里面呢，后面东西是比较困难，因为它要加入这个 constraint motion 的概念。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介绍这个 constraint plane motion。Section 16.8。好，像我刚刚提过说，如果一个棒子在墙角滑动，这个当然就是一个 general plane motion， 可是它受到这个 A 点只能在这边运动， B 点只能在垂直运动，所以透过这个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从 VA 啊，透过instantaneous center 关系也好，或者透过这个给你这个 theta， 给你这个 L， 你就可以算出 omega 出来。再过来呢，给了 AA， 好，你就可以算出 alpha 出来，算出还有算出这个 VB 出来，你也可以算出AB 出来等等。好，透过前面十五章的计算，就可以从一个点的加速度跟速度呢，可以算出这个棒子中心点的那个Alpha 出来。有了 Alpha， 我们又可以计算出 A8 出来。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等一下呢要做这个实际运算的部分。我们在这边呢，就可以了解 A8 跟 Alpha 之间呢，这两个东西就不是 independent， 它们中间有一定的关系存在，对于这个 constraint plane motion。好，那 constraint plane motion 呢，大概有几个步，有几个特殊的情况呢，是需要特别考虑的。第一个。Special case， 第一个就是 non-central rotation。非中心转动 ，ATRA，OK。非中心转动，好，一个物体，它是有一个固定点旋转，它当然受了一些力量。如果我们把它 force 画出来，不要忘记，这边还有一个 Rx， 还有一个 Ry， 这两个，如果你把这个物体当成 free body 来画的话，这个转动点这个地方 reaction force 不要漏掉，让它产生出来变什么？变成中心点。好，既然它绕这个点转动呢，我这个加速度呢就可以写成为等于。MAT， 我就可以用这个方向来看，把它们 MAT bar， 还有一个 MAN bar， 好，这个
这个是一个转动点，所以当然一转动呢，这个是 tangential acceleration normal acceleration， 再加上一个 I 八 alpha，I 八 alpha， 好，它受了这些外力，加上这个 reaction 地方产生的那个转动点产生的 reaction， 会产生让它受了这些力量，让它产生这样一个 motion， 中心点的线性加速度分两个 component， 我用 ATAN 表示，这个比较方便，再加上一个 I 八 alpha。好，我就可以开始列 equation。当然，你也可以列 summation f t 等于 m a t bar， summation f n 等于 m a n bar， summation 这个什么东西？这个是 m g 等于 i 八 alpha。当然，列这几个 equation 可以没问题。可是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点，这个物体受了 O 点转动，所以AT 跟 Alpha 这两个之间呢，就不是 independent， 它有一个关系存在，就是 AT bar 会等于这个是 R 八乘上 Alpha， 这个距离是 R 八 ，R 八乘 Alpha， 这个是绕中心点转动，这个是几何关系存在的。那这样来讲呢，我们加上这个关系去解它。那在这边呢，我们 Rx Ry 是 unknown，AT An 是 unknown。Alpha 是 unknown， 这几个呢？我们有几个 unknown？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还有五个。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Rx Ry 也是 unknown， 我们需要去求解这个 reaction force 多少。A 两个 moment 也是 unknown， 需要求解 Alpha， 所以五个 unknown。我们这边有几个 equation？ 如果这样列呢？一个 t 方向、n 方向，还有这个是吧 ？mg 方向。还有利用这个几何关系的求它，好，那 equation 好像少了一个，不过没关系。我们在这边呢，如果 an 这个东西是什么 ？an 是根据 omega 来的。如果 omega 为零的情况底下呢 ，an 是零，它等于说 omega 平方乘是28 ，OK。好，那还有一个特殊地方我们可以用。如果我们对 O 点取 moment， 我们取一个 summation m o 等于 summation m o 的 effective。我刚刚提过说，这两个图画出来之后，你可以对任何一个点取 moment， 因为现在 Rx Ry 是 unknown，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先对这个点取 moment 的时候呢，我们这两个 reaction 就不会在这边出现，就这个 equation 呢少掉两个 unknown， 所以这边呢可以列出变成是只有外力 summation mo 只有外力，就是 summation mo 这个 only for external force。如果外力通 given， 这个是已知的，等于这边这些 force 跟 moment 对这个的 moment 当中中，这个 MAN 通过 O 点，这个没有，所以变成是等于 MAT 八乘上 R 八，这个是 MAT 八这个 force 对 O 点的 moment， 再加上。这个是 I 八 alpha，AT 又等于 R 八 alpha， 所以这个变成等于是 m R 八平方这个 alpha 加上 I 八 alpha， 或者等于 I 八加上 m R 八平方的 alpha 这个结果。I 八加 m R 八，这个等于什么？这个等于 I 零。这个还记不记得？这个是平行轴原理，这个是中心点，对中心轴这个 moment inertia， 跟对非中心轴这个 moment inertia 中间关系是什么？这个对这个轴的 moment inertia 等于 I 八加上质量 m 乘上这个距离的平方，是不是这个？就这个 ，OK，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物体对这个轴的。对这个轴的 moment of inertia， 好，所以这边呢就又得出一个出来 ，summation m o 会等于 i o alpha， 这个 equation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equation 呢最常是用在这样所谓 non-central rotation 这个出来，你根本就是避开这个两个 reaction， 对这个点取 moment，
你看，如果 IO 这个球出来，马上就可以求出这个 alpha 出来，很快一个 equation 就可以解出这个结果出来。好，那我们看一看，一个棒子中心点的 moment，I 八等于多少？等于，大家还记得吗？好，如果不记得，赶快复习静力学第十章。这边我要用到的 moment 的要求不多，平板，这个是 A， 这个是 B， 对，中心轴 moment 等于多少？等于多少？十二分之一 m 十二分之一 a 平方加上 b 平方，对，圆柱，这个是 dist i 八二分之一 m 二平方，对 ，sphere i 八五分之二 m 二平方，这些希望你们记得。还有一个对圆柱，不是长柱，中心点是十二分之一。什么 m l 平方？那有了这个以后呢，再过来就是平行轴原理。这个东西，这个你要会用。所谓平行轴原理就是 i 会等于 i 八加上 m r 八的平方，对其另外一个点的 i 等于对中心轴的 i 加上 m r 平方，这几个。会就差不多了，所以对这边来讲，这个点的 i 等于多少？这个是 g 点，这个是如果这个是 o 点，在这个的 o 点多少 ？io 不是没有八了啊，八是对中心点 ，io 等于多少？等于是不是十二分之一 m r 平方加上 m l 平方加上 m 乘上距离多少？二分之 l。的平方，十二分之一加上四分之一出来结果呢，等于三分之一的 m r 平m l 平方。所以这个呢，等于说对于这个柱棒子来讲，中心点的 moment inertia 是十二分之一，对端点地方是三分之一。这个你这几个你记得呢，大概这张习题呢，或者考试题目呢就够用了。我也不要求太多的是，不要太多啊，其他呢都从这几个变化出来的。好，所以这个第一个 special case， 如果它是一个 non-central rotation， 你就对这个点 take moment 就可以避开这两个 unknown 在你 equation 里面，一个 equation 就可以马上把 alpha 求出来 ，alpha 求出来，比较简单。那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前面就说有一个 summation mg 等于。I 八 alpha， 好 ，summation M O 等于 I O alpha， 你可以看这两个结果，都是相对于某一个点，对外力对这个点 take moment 就等于对这个点的 I 八 I 乘上 alpha，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发现这个 equation， 如果你写成 summation M 等于 I alpha， 这个 equation。Only two points are valid， 哪个两个点？一个是 G 点，一个是固定点 O 点，一个是 G 点，就是 I 八 ，G 点对应 I 八 ，O 点对应是 I O， 所以 summation M 等于 I alpha 这个 equation 对 general prime motion 来讲，只有两个点可以用，一个是中心点，一个是固定点。如果你这个物体怎么运动你都不知道，所以你只能用对中心点 summation mg 等于 i 八 alpha。 如果这个题目告诉你我就是绕这个点旋转，很简单，你就直接取那个点 summation mo 等于 io alpha 就可以了。那我这边假设另外一个 b 点在这个地方，我能不能写 summation mb 等于 ib alpha？ 不行，这个不可以，因为为什么？对 O 点可以呢？对 O 点可以的话，我也是经由对这个点的 moment 跟这个 inertial motion 对这个点的 moment 算出来，才能找出这个结果出来，推导出来这个结果。
这个不是随便一个点都可以用 summation m 等于 i alpha 这个结果。再讲一次 summation m 等于 i alpha， 只有两个点是用，一个是中心点，一个是固定点，物体固定绕那个点旋转，可以用 i m 等于 i alpha 来计算。所以过去相信你们都记得，只记得哎 summation f 等于 ma， summation m等于 i alpha， 我不知道你们过去有没有注意到 m 等于 i alpha， 我想你们过去用呢都用在中心点，对不对？现在呢，告诉你们说，还有另外一个点，固定点也可以用。如果这个没有特别 point out 出来呢，你会随便拿一个点来做计算用的时候呢，这个就大错特错。对其他点，这个 equation 不能用，只有中心点跟固定点可以。OK， 这个。我不晓得说你们以前动力学老师教物理的时候呢，有没有特别 point out 这个 equation 的特定点是哪两个点？有没有？好像没有啊。好，学完这个以后呢，你就知道了，这个 equation 只有两个点可以用，这两个点可以用。好，这个是第一个 case。然后 case two， 是一个 rolling motion， 滚动，纯滚动的情形。纯滚动情形刚刚提过说，有一个特殊的状况，如果一个物体受到外力、摩擦力、外力等等，产生一个 rolling motion only， 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这里呢有一个 ma bar， 再过来那一个 i bar。Alpha， 这个时候呢，如果纯滚动情形，就变成有 rolling motion， 有几个情形产生。第一个是 rolling no sliding， 如果这个纯滚动没有滑动情形，那我们它们之间呢有一些关系存在。如果纯滚动呢 ，A 八跟 Alpha 就有一个固定关系，就是这个时候呢变成有这个是这个 F 啊。这个是 W， 这个是 N， 这个是 YDP。在这样情形，纯滚动 F 有没有存在 ？F 呢会小于这个是μs 乘上 N， 那A 8会等于 R 乘上 Alpha。如果纯滚动情形，摩擦力存在的，可是呢它是小于这个最大静摩擦。最大静摩擦，可是呢，这个时候呢，小于等于多少？不知道，只会说小于它。可是呢，它的中心点加速度跟阿尔法之间有这个关系存在。第二个情形是，第二个 ，rolling， 然后这 sliding independent， 开始。它是滚动，可是才正要开始产生滑动的瞬间，正要开始产生滑动呢，等于说球或是地上面这个点跟地面上这个点呢，就会开始产生做相对运动。这个时候什么？这个时候呢，它的摩擦力刚好达到是最大静摩擦力，所以它是 F 是等于 μs 乘上 n， 然后呢还是滚动嘛，所以 A 八还是等于 R 乘上 alpha， 这两个关系同时的存在。第三个。Rolling and sliding， 又滚又滑的情形。LIDING 啊，又滚又滑，连滚带滑。这个时候 ，F 就会等于 mu k 乘上 n， 变动摩擦力。可是这个时候 ，alpha 呢 ，a 跟 alpha 之间呢就没有关系了。好，如果说又滚又滑呢，这个 a 八跟 alpha 这个关系就不成立了。所以，一的是 rolling without sliding， 这个时候中心点的加速度跟 alpha 用这个关系，可是摩擦力就不知道。如果说 rolling and sliding， 你这个摩擦力可以用这个来去表达，可是它们两个之间呢是没有关系存在，除非你是刚刚好是 rolling sliding independent 才是这个两个关系同时存在。所以选择这个
情况，你只能用这个关系。选择这个情况，用这个关系。待会呢，我们有个例题呢，就告诉你们说，怎么样去选择，到底这个还是那个，我们要做一个判断，如果判断错误，结果就错了；判断错误，算的结果错了，没关系，重算一遍也可以了，重算一遍就可以把这个结果算出来了。好，那最后一种情形就是，对于这样 rolling motion 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如果它中心点跟重心这两个不在一起的，比如说是一个 unbalanced wheel， 一个。Dist， 中间挖空一块，这个是空的，很明显它的重心呢应该是落在这个地方，这个是 G 点，这个是 O 点， O 点不是重心， G 点才它重心。在这样情况，如果它是 lowering no sliding 的情形，Rolling low sliding 情形呢，我们只会发现中心点的加速度跟这个角速度中间关系呢，应该等于什么？应该这个时候呢 ，A 八等不等于 R 乘上阿尔法？如果说中心点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纯滚动的情形，中心点的加速度跟这个 R 阿尔法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相不相等？不相等，这个是什么？变成 AO 等于 R 乘 Alpha， 这是一个圆盘的中心点的加速度，才是 R 乘的 Alpha， 这个是几何关系，可是现在我们要的不是要几何关系，我们是要 summation F 等于 MA 八。对不起啊，这个 A 八是我们的 centroid， 这个重心的加速度，不是这个圆心的加速，重心加速，现在重心在这个位置上面。好，所以重心怎么求 ？A 八是不是等于 A 零加上 A 的 G 对 O？ 利用这个圆心的加速度加上重心对圆心的相对加速度，把它计算出来。好，如果这个地方呢，距离是 R 八的话。那这个一滚动的时候呢，它对它如果它产生这样滚动了，对它是不是有一个气性加速度？这个有一个 A T 八，还有一个呢 A N 八。好，如果纯滚动的时候呢，它这个有气性加速度，有线性加速度。好，所以这里面就可以写成为等于 A 零加上 A 的 G 对 O 的 tangential。加上 A 的 G 对 O 的 normal accelerating moment， tangential 怎么计算？就是 R 八乘上什么东西 ？Alpha 是这个圆盘的角加速度 ，R 八是这个距离，所以这个 AT 八是对它来讲是不是就是这个距离乘上 Alpha， 就是这个 AT 八。方向呢，当然是垂直这个地方方向，在这个方向上面，我随便画啊，就在这个方向上面。那这个呢 ，normal 加速度呢，这是什么 ？omega 平方 r 八，方向是在指向这个 O 点的方向，看你转到什么角度，要算那个时候呢，这两个是可以根据 alpha 根据 omega 计算出来的，算出这两个再加上圆心的加速度才是。中心点真正加速度，把这个加速度才能带进这个 equation 里面去跟 force 结合的关系。所以 equation motion summation F 等于 ma 八，这个 a 八是指这个点的加速度，不是这个点，是指重心加速度。如果这个是一个 unbalanced wheel 不平衡的，圆心的加速度不代表重心的加速度，重心加速度先从圆心求出来，再从圆心。算到这边来，才能求出这个点的加速度出来。我们算出这个 centroid 这个重心点的加速度呢，才能带进这个 equation 里面去建立它 force 跟 motion 的关系。OK， 好，大概这几种情形呢，差不多就可以，就平面问题呢，大概不外乎都这种情形。对于这个 rolling motion，
有几种情况 ：rolling without sliding， rolling and sliding independent。这个 rolling and sliding 这个情形呢，你就选择用这个还是用这个？除非这个情形告诉你，这个刚开始产生，两个产能同时用。再过来就是 unbalanced 的那个物体，你就圆心的加速度算出来，再从这个圆心到这个地方相对加速度去找出它的那个 center of gravity， 它重心的加速度出来，加个这个算出来呢，才能带进这个 equation 去建立 force 跟 motion 的关系。这几个步骤呢，一定要一个一个来。所以在这边你可以发现，我要找出这个物体这个重心，这个重心的加速度呢，这个是在15章里面告诉你们怎么算。16章只是提供你这样一个 equation， 这个 equation 只要你用对了，这个是外力，这个呢是重心的加速度。只要15章你找出来如何计算这个重心加速度带进这边来呢，就很轻而易举可以把这个动力学问题迎刃而解。所以在这边呢，我觉得说15章比16章困难的地方在这里，因为它的算这个重心加速度呢是千变万化。好，在我在开始计算例题之前，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充说明的？好，也许看先看几个例题啊，看几个例题，看完以后呢，有问题再提出来。好 ，example， 这个 16.6， 两个齿轮，我就用原来的画好了啊。这两个是齿轮，这个是齿轮，这个是 E， 这个是 D， 这个齿轮呢，中间带着一根那个 rod。连在一起的，这个 rod 的长度是400 mm， 这个半径是120 mm。好，现在这个齿轮一，它有一个 omega， 一个 omega 是等于一个 omega， 还有一个 alpha 是在反方向。它的 omega 是等于八个 radius per second clockwise， alpha 等于40个 radius per second 平方 counterclockwise。 OK， 这个是齿轮一的转动情形，这个是 A 一点，这个是 O 点，这个是 B 点啊。好，现在告诉你棒子 OB 质量是3公斤，M1 质量是4公斤，然后 K1 质量是这个不是 K 质量了，是距离是85 mm。 要求什么东西？求现在如果马达带动这个的转，我告诉你这个的转速那么多，脚加速度那么多，它这个东西呢要带动后面齿轮在转来做其他功。那这个时候呢，带动齿轮转，这个齿轮呢给它一个阻力，这个阻力的 tangential force 等于多少？第一个要求这个 tangential force， 从 by d on e， 由 d 这个齿轮给 e 这个齿轮的切线力量多少？第二个要求这个 reaction force。at O， 这个中心点这个点的 reaction 是多少？好，有那么多东西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后面这个齿轮 D 这个产生什么运动不管，反正这个齿轮 D 呢会在这个切线地方会给它一个力量，给它一个力量。好，那这个力量呢是作用的切线上面，我们就只把这个齿轮 E 画一个 free body 出来。好，一样先画图，把 force 通通画出来。好，先画图。这个是齿轮一，齿轮一有一个切线力，因为加速度呢是在逆时针方向，所以呢我判断这个 F 呢应该是这个方向。好，算写画错也没关系，算在负呢就是反方向而已，画错也没关系。好，受了这个力量。第二个受到这个本身的重力。这个是 W1， 再过来受了什么力量？受到
这个棒，还有一个棒子，棒子本身的重力，还有一个 WOB。好，还有没有力量？对于这个齿轮E来讲，还有没有受了其他力？先把力，所有力先画出来啊。如果你取这个 gear E as a free body， 把作用在这个 free body 上面的力量画出来，还有没有力量？啊？另外齿轮给它的这个 tangential force 啊，由齿轮 D 给齿轮 E， 这个用这个 tangential force 表达，还有没有力量？往往最容易漏掉，就是 O 点是固定点，它是不是还有一个 reaction force？ 这个是 constraint motion 嘛，它要 constraint 绕 O 点转，所以 O 点必定是有一个 reaction force 存在。好，这个 reaction 不要忘记，有一个 reaction force Ry。跟 Rx 多少不知道，要求这两个不知道的，受到这些力量以后产生什么样的运动？好，产生什么运动？产生中心点有没有加速度？没有，固定的。这个点有没有加速度？这个圆盘中心有没有加速度？没有加速度。棒子中心点有没有加速度？有。好，圆盘有没有这个阿尔法？有啊，告诉你了。所以这边呢，就会有一个 I 八阿尔法 ，I 八一阿尔法，有这样子一个 initial moment for gear 一。OK， 第二个，因为有这个加速度，所以这个点会有一个什么 M A O B， 这个是 tangential。还有一个向心 ，M O B O B 啊 ，O B A O B 八 normal，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不要看书，看黑板，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产生 motion 以后，对圆盘来讲。中心点没有运动，所以只有一个 I 八阿尔法，没有 AX 八，没有 AY 八。对这个棒子来讲，中心点有运动，所以有 ATAN 八。还有没有？棒子有没有加速度？角加速度？有啊，它连在这个圆盘上面，所以圆盘加速度是不是棒？是不是棒子的角加速度一样的？所以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 IOB 八。阿尔法，它也有同样的一个加速度的 inertial 存在。OK， 还有没有？没有了。所以这个图呢，画出来，所有 force 画在左边 ，motion 产生的 inertial force 跟 moment 画在右边。画完以后，仔细考虑一下，没有漏掉，再开始列公式。否则你这个画漏掉一个呢，算个老半天，白算，白算。清画清楚，没有漏了，确定没有漏了，开始列公式。第一个就列，这两个你看看呢、啊，有几个 unknown， x y 两个 unknown， f unknown 三个，一个两个三个 unknown， 这里面呢 alpha 已知，这两个呢 unknown 还是已知， a o b 八 tangential 已知还 unknown， 跟等于什么呢？这个等于什么？这个是等于这个距离乘 alpha 嘛？对不对？等于 a 的 ob 八 tangential 大小等于是不是400 millimeter 是0.2乘上 alpha 是40，所以等于多少？是八个 meter per second 平方往右，对不对？有这样一个加速度，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有这样一个 tangential acceleration 往右的。那 a 的 ob 八 normal。跟什么有关系？跟 omega 有关系，就等于 omega 平方乘上啊 ，omega 是8864再乘0.2，所以等于是12.8个 meter per second 平方，一定向中心，所以这个是一定向上的，这两个算出来了。好，再过来 ，alpha 知道 ，i 八知不知道？
给你 M 给你 K 罗霍山 I8 I8 等于什么？记得这个 K 什么东西？ K 是 Radius of Gradation， I8 定义是 MK 平方，不要忘记，我看你们很多人忘掉了啊，看你们表情。 OK， 所以 I8 1等于 M1 乘上 K1 的平方，好，出来结果是直接还有写一个阿尔法了 ，I81 阿尔法。啊，这个细节计算你们自己算的，乘上阿尔法，啊，出来结果呢变成 1.156。出来这个结果，当然它的单位是 moment 的单位。再过来一个 I8 OB 阿尔法。I 八 OB 等于多少？这个棒子的中心点的 I 是十二分之一 mL 平方，所以是十二分之一 m 是四 ，L 是0.4的平方乘上阿尔法是40，所以这个结果出来呢是等于1.6个 Newton meter。好，这几个通通找出来，或者说呢就是右边这个 motion 的部分。给你这个 omega， 给你 alpha， 所有这种 inertial force， inertial moment 全部找出来了，所以右边等于说是全部是已知的 ，depends on alpha and omega， 所以 alpha omega 知道了，右边这个全部已知，哦 ，sorry， 这个漏掉一个 m 啊 ，at 有 ，OK， 好，右边全部已知了，好，所以剩下什么？剩下的是。Rx、Ry 以及 F 三个弄。如果要求 F， 最方便是什么取 equation？ 就取对一点 O 中心 summation MO 等于 summation MO 的 effective， 就是 inertial 的 moment 对中心点的 moment for 这个 external force， 这个两个、三个、四个没有 moment， 只有剩下一个 F。乘上0.2，零点一二，这个是不是 tangential force 对这个 O 点的 moment？OK，等于这边这几个对这个中心 moment 有哪一个？这个 moment， 这个 moment， 这个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有，所以有一个 term， 两个 term 加上第三个 term， 第三个 term， 所以等于 I 八一。乘上阿尔法，加上 M O B， 这个是 A O B tangential， 乘上0.2啊，加上 I O B bar， 乘上阿尔法。这边这个已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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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全部都是已知，对不对？所以。这个 equation 就给我们可以把 F 算出来呢，是等于63个 kilonewton。如果你不算错呢，这个结果就是正确的。OK， 算这个东西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而已，没什么困难。OK， 第一个，第二个 moment 用了 summation Fx 等于 summation Fx 的 effective。这个 equation 左边是什么东西 ？x 方向就是一个。Rx 右边 x 方向，这个是 moment， 这个 moment， 这个是叫 y 方向 ，x 方向只有这个，就是 mob aob 的 tangential， 这个已知，这个已知，所以算出这个结果呢是等于24个 newton， 方向是正的，所以往右边，等于这样一转呢，它要。左边要拉住它，否则那个点呢会怎么？会往左边甩过去了。你要拉住它呢，才能固定让它在 O 点上面。第三个 equation， summation Fy 等于 summation Fy 的 effective。好，出来结果，这个左边是往上，是 Ry 啊，减去 W 一，就是 M 一乘上 G 啊 ，M 一。G，
减去这个是 MOB 乘上 G 等于右边这个，这个两个是 moment， 这个是 y 方向，正的 MOB 乘上这个是 AOB8 normal。 啊，现在这个已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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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呢算出 RY 是等于170个 Newton 往上的，就可以解出来了。所以这个题目你可以看看，给你这些条件，给你这些条件，首先你取这个 gear 一这个齿轮做一个 free body， 把它 force 通通画出来。提醒一下，一个都不要漏，一个不要漏，最容易漏掉 reaction force 跟重量，这两个不要漏，确定没有漏了。右边产生的运动什么运动？齿轮一中心点没有运动，所以中心点没有线性加速度，它只有一个角加速度，所以有一个只有一个 I 八 E。对这个棒子来讲，它是固定在这个点上面，所以中心点有加速度是 tangential normal。因为这个棒子又附在这个固定在齿轮上面，所以齿轮的角加速度就等于中心点的角加速度。所以这边还有一个 I 八 O B alpha 这个 term 呢？这个 term 啊，往往是同学们最容易漏掉的一个 term， 最容易漏掉的 term 啊。如果你以后算习题呢，这个 term 记得摆上去。如果这两个图画出来，你把这些已知数据一个一个带进去呢，你发现右边这堆东西呢，全部都是已知的。好，算出来以后，跟左边两个对比 ，x 对 x，y 对 y，o m o 对 m o， 就可以把我们要算的几个东西全部算出来了。就除了这个计算细节部分，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充说明的？这个说实在，这个接计算呢，稍微细心一点，细心一点，并不是太难，主要是这个图。所以我说，真的是你把这个图画对出来啊，这个题目就是绝对是算了一大半了，算了一大半。所以这个解这种题目呢，画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OK， 有没有问题？还有四个题目，再讲一个就下课，好不好？好，这个是很好玩的，也很简单。一个长方板悬挂在 A 点跟 B 点上面。这个是 A 点 B 点，长度400mm， 高度300，M 等于30kg。 现在突然间这个 B 点断掉了，那请问这个时候这瞬间 A 点 reaction 变多少，这个平板的中心点加速多少，角加速度多少等等，要算计这个东西。好，那里很清楚看到，如果这个 B 点断掉，这个板是不是掉下来就是绕 A 点旋转，对不对？所以这个很清楚，这个是一个 rotation about A 的一个运动。 OK， 好，受力，受什么力量？受到 A 点这个地方的 reaction force， 就是 A Y， 用绿颜色好了， A Y 受到一个 A X， 不管有没有，先画出来 A Y X， 好，先画出来，受到一个重力，重力当然已知，这是 M G， 好 ，B 点断掉了，所以这个地方没有 reaction force， 好，先看检查看看还有没有漏掉什么力量，有没有漏掉？没有了，就这么多。产生什么运动？产生绕 A 点的一个转动 ，A 点转动中心点的地方。所以转动，既然转动下来呢，这个是它就会，我就以这个 M A T bar， 一个 M A N bar， 再过来呢就是一个 I bar alpha， 作为这个 motion 部分的 inertial force 跟 moment。画出来，好，有没有还有没有漏掉？应该没有了啊，就是这几个中心点加速度以及角加速度。
有了这一个后，我就开始建立一块是好。那所以这个是左边是 force， 右边是 motion 的图，画出来以后，我们看看有几个 unknown。这个 A 点 reaction， 这两个不知道。再过来，这个中心点加速度这个不知道 ，AT 不知道 ，AN 不知道，好像看在五个 unknown 哎。我们最多只能列三个 equation， 怎么办？那因为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 constraint motion， 它是 rotation about point A， 所以 alpha AT AN 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有关系。这边呢，几何关系就是 AT 8很简单 ，AT 8就等于 R 8乘上 alpha， 因为它绕这个点旋转嘛。R 8等于多少？是 0.15 加平方加 0.2 平方开方是 0.25。R 8是等于，这个是 R 8等于250，是不是250啊？对，没错 ，millimeter， 200 millimeter， OK， 好，第一个 AT 8跟 alpha 不是 independent， 它有两个存在。AN 8等于多少 ？AN 8跟 alpha 有没有关系 ？AN 8是向心加速度，跟 alpha 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它等什么？等于 omega 平方乘上 R 八，对不对？这个是 normal acceleration component， 等于多少？等于多少？啊？等于多少？不知道？有人，我听到有人说了，大声一点，就是零啊？为什么？书上说零，对不对？你看到书上的结果，为什么是零？因为 omega 是零，它刚好砍断这瞬间，这个物体还没旋转，所以 omega 是零 ，omega 是零 ，an 8是零了。OK， 好，所以有了这个关系，有了这个关系加进来呢，就够解了。好，那就开始解题目。好 ，summation。好，解的时候呢，只要你图画对了，怎么解都可以了。我就取，先取 ma 好了 ，ma 等于 ma。的 effective 对这里来讲 ，ma 呢就叫 mg 乘上这个是 0.2 等于这边这个是什么 ？ma 8 t 乘上 ma 8 tangent 啊 ，tangent a 8 t 就好了 ，a 8 t 乘上 r 8这个 force 乘这个距离，再加上 i 8 alpha。AT 呢要等于是 m 这个是在这里 r 八平方乘上 alpha 加上 i 八 alpha， 所以这个说出来是不是等于是 i 八加上 m r 八平方乘上 alpha， 是不是等于 i a 乘上 alpha？ 因为这个 a 点是一个固定旋转点，所以说实在呢，直接写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就可以了。i a 等于多少？就是 i 八是十二分之一的 m。a 平方，这个是十二分之一 ma 平方是零点四的平方，加上0.3的平方，好，再加上这个 r 八平方是0.25的平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ia 乘上 alpha， 所以 alpha 就算出来了，其他都是一些细部的计算。所以阿法算出来呢是等于，23.54个 radius per second 平方，顺时针方向旋转，就算出来了。你就把这个数据带进去，不算错就可以了。再过来，这个是AT 八也可以，当然可以算出来了。AT 八算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找 x 八。那再过来呢，取一个 fx 方向等于。fx 方向的 effective， 这个是 ax 等于这个是 mat 八乘上这个角度应该3:4:5，这个是3:4:5的关系，所以应该是一个 mat 八乘上3/5，所以出来这个结果呢 ，x 算出来是等于多少？是106。
负的，负的106个 Newton， 负的表示往左边啊。AY 等于这个是 M 这个AY 减去 MG 等于负的4/5的，这个是 MAT8 的结果，所以这个 AY 呢算出来结果是等于153个 Newton 往上。好，剩下来算这些东西呢，说实在是轻而易举，主要是你把这个图 force 的图 motion 图画出来，再利用这个 constraint motion 的关系找出 alpha 跟 at 的关系，找出 an 跟 omega 的关系出来，建立这边这几个 relation，再过来后面带进去的公式呢就很简单，就可以算出来，就是啊，0.25，对，说不起，这个没有含进来，加上这个东西，你看我是随便写写的，随便写的，我没有做细部计 M， 对，整一个 M。 好，你们的计算是比我厉害了，我大概写一个，反正我知道大概这样算就可以算出来了。 OK，还没有，还哪里错？啊 ，sorry， 哎呀，这个了，这样了，这样应该没错了吧？这样对了吧？这个我想你们都了解了，反正就是 IA 法就对了。如果你不喜欢 IA 法，用这个算也可以了，这个算也可以。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第一个先分析它是什么 motion， 它是一个 rotation about point A 的 motion。Force 在这里 ，motion 在这里 ，OK， 好，找他们关系出来，那一块就可以了。好，这边休息10分钟，给你们一个题目思考一下，回来再问你们。同样的这个题目，同样的 data， 这边是一个 roller， 啊 hinge， 这边呢是一个 roller 可以滑动的啊，可以滑动 ，A， B。现在这边是 hinge at A， 这个是 roller A， 一旦 B 点断掉以后，求 A 点的 A 等于多少，这个时候呢 A 是没有水平力了， A 就垂直力， AY 等于多少，这个 alpha 等于多少， A 等于多少，求这几个东西，这个两个题目一不一样，这个首先判断当 B 点断掉以后，这个平板做什么样的运动？做什么运动 ？Translation, rotation about fixed point， 有没有？是不是平移？绝对不是平移嘛？是不是一个绕某一点转动 ？A 点转动有没有绕一点转动？没有，因为 A 点会滑动。所以这个什么运动？它是一个 general plane motion 的运动。General motion 就画个图给你们，你们思考一下，这边有一个 AY， OK， 没有 X 啊，这个 X 很明显没有，有一个 MG 质量，产生什么样的运动？这里呢，中心点什么运动？既然它没有 fixed point 的转动，我就不能像这边画 ANAT 了，只有画一个 MAX bar M。AY bar 加上一个 I bar alpha， 这两个题目比起来，这个是个 hinge connection at A， 这个是 roller connection at A， 这个同样 B 点断掉情况下，哪一个题目好解？你们猜猜看。因为这个是 general plane motion， 这边看看有几个弄 AY 一个 ，AX 一个 ，AY 一个 ，alpha 一个，四个弄，我们只有三个 equation， 对不对？怎么样建立 AX 8 AY 8跟 Alpha 这三个的关系，如何找出一个 relation 出来，这个是解这个题目的重点所在。好，给你们考虑一下，10分钟后我回来给你们做一个说明。